韩国有车又蓝，颜值爆表不输潘晓婷，有韩国张柏芝之美誉。韩国有车又蓝，俄罗斯有阿纳斯塔西，而我们中国有潘晓婷。车又蓝，韩国台球运动员23岁获得职业生涯首个世界冠军。车又蓝在台球迷心目中就是东方的莎拉波娃。潘晓婷，中国职业台球花式九球打法选手，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，被誉为九球天后。潘晓婷被媒体公认为台球美女。潘晓婷优雅而干练，但不经意间也能从潘晓婷眼底眉梢看到少女特有的俏皮与率真。在中国，因为车又蓝酷似张柏芝的娇美面容，更是引得越来越多的人关注，被称作韩版张柏芝。在当今女子九球领域，韩国天后车又蓝与中国女神潘晓婷是实力不分伯仲，此前两人都长期待嫁闺中，有关他们两人的情感话题也成为球迷们热议的焦点。现如今30岁的车又蓝已经结婚生子，而36岁的潘晓婷却还是单身一人。